大概就长这样，没有很高吧？没有很高吧？然后摔下来有这个软垫。对啊，我又不敢放，我不敢放。应该是挺 OK 的吧？哦，好巧。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暴食日，我真的想暴食超久的。暴食就是简单版的攀岩，它不需要护具，然后也没有攀岩到那么高，所以对初学者来说是比较简单，大家就可以去训练一下自己手脚的肌肉协调能力吧。反正我就是觉得我挺喜欢爬石头的，我也不知道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? 可能就是在那个象山六巨石上面爬得挺开心的吧。哦，他在香港那个 Suicide Cliff 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些需要手脚并用啊，翻越石头的部分，我就觉得挺好玩的。所以我已经就是我真的超期待要暴食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赶快看看搭初学者第一次暴食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吧。Go！ 我现在已经到那个暴食馆了，因为我朋友全部都迟到，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边等，很讨厌。大概就长这样，没有很高吧，然后摔下来有这个软垫，应该是挺 OK 的吧，挺 OK 的。We'll see。看谁可以最先碰到数字九。米莉这样爬。这样还蛮胖的。那你够好吗？其实你脚，你一踩那个滑的，你一脚先踩，然后他成功三分之一了。对吧？我们刚才已经是直接叫你去抓那个。对，蓝色，这个蓝色，那个蓝色，黄色的标签那个蓝色。左脚，你右脚可以跨那个小，可以踩那个小哥的，对啊。玩的超前。不行，我直接靠不过去，快坠落了！我会帮你追焦，坠落，直接跳啊！你越卡手越酸哦。你这样手很酸，你就往下爬，右边的。我手酸了，快点！哎，可以坠落。你要往外蹬，不然你会撞到那个栏。对，这个不用跳，脚放下来，轻轻就到了。我腿要那么长，我好想哭。快了，哇！真没用抓。第一个成功的，经过了几次的攀爬，结论是真的非常累，真的非常累。美美觉得如何？很累。陈瑞颖觉得如何 ？OK。郭玉婷觉得如何？太高了，太高，就是手会很痛，因为那个石头好硬。太多人了。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挑战什么东西。反正挺好玩的，继续攀爬。左手直接抓那个，对，好，右脚上来，然后右脚再蹬着，然后右手上来，右手抓，对，然后左手反抓，左手要反抓那个，左手上面那块，上面那块，那左脚先上，左脚先上，对，这个鞋子很难耶。
对上去，右手蹬，哎，对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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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脚踩这个回去。你用六角杠，一下就用六角杠，那个会很容易那个吗？六角杠很重，只要你用很重的话。白的，因为它不会靠着腿。杠更那个吧，打一下，因为六角杠 K 度比较重。报时结束，我们总共报了大概两个小时，手都这样泛红，而且应该会长茧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呢，下次还会来吗？可能不会。好啦，今天的暴食挑战就结束了，算是三炮成功吧。希望下次可以再更精进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结束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哎，对，干嘛？有人看风景。因为它其实有分难易度的那个攀爬路径。我是希望可以到 B2 吧，毕竟我身手应该也是还不错。你这样放，不能放你 YouTube 上，这样子。对啊。